就也印证了一下，就太很多东西都不实在啊。我们其实也是关心他啦，对啊，担心，因为他那个以前那个小模事件，他还特别跟我通电话，哎，先跟我美言两句，不要讲啊，或干嘛？我说我没有不去讨论这些的，对，不去讨论这些的。啊、经过十年后，怎么突然间就失控这样？其实我们很担心他，听说还到医院去是吧？对啊，对啊，希望他平安无事啦。以前跟我常合作的宪哥，啊，老吴啊，他很会讲嘛。就我了解，他也是一个欠钱不还的人嘛。那这样的人品，就算他没有做一些点点点的事，但难道他不是点点点的人吗？另外一种，好吧。但是我经济状况相当良好。所以你怎么会你讲别人啊，我给只讲我就怪怪的。我们都努力在好好做人啊，我们也希望他平安啊，好吧。但是公司里面的一个 SOP 就是有侵犯我的部分他们都会行礼如仪。那公司的事跟我无关啊，我是一个商品啊，我愿意接受他的品头论足伤害我都没关系。但是你来伤害我，讲的又不是事实，那比如骂叉叉叉三个字就是88万5200元啊，对啊，那钱我用不到，我就把它捐出来或干嘛。但你不可以这样乱讲。还有一个我个人的一个角度，就是说我的感情观，我们是家庭非常健全也很健康的家庭，爱情是爱情，爱一个人事过境迁，我们这一生从来没有回头去讲过一句不 OK 的话。前女友是谁是一个什么什么，不要这样，不要去讲，把人家讲出来，人家还要嫁人呢、啊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个人的小观点啊。对啊，每次金钟奖入围你就要在那里好像奖都给你算了，烦不烦？我是懒得回嘴，但你说我心里在不在意？在意啊。怎么样，我们主持的很烂吗？我已经讲了，我已经告诉电视台，每一个电视台，本人不再参加金钟奖，但是电视台人家要参加呀，啊，我只要拿来我又签了，好吧，去吧去吧，我这是真心真意，因为我再多得任何奖，也没有我得到国家品牌玉山奖来的重要吧。我是国家品牌玉山奖得主，哎，你们知道吗？不知道，我是国家2022年品质金牌奖得主，哎，艺人当中啊，这下辈子都不会有人得的啦。我是2023年今年双料的得主，还没有颁奖，但是我已经预计我会得奖了。全世界这个销售第一名 的健康食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要留一点嘴巴守一点，对不对？你跟谁交往过，跟谁什么什么，去讲这些有必要吗？啊，要我们去死，我又没有干嘛，我又这么讲，啊，怎么会来批判我的？说我们对于金钟奖，我已经讲了，而且我还私底下跟你讲，我只能认罪一件事情，我所有的对金钟奖的都是一种演出嘛，好不好？这叫城前校正，敌军来到城墙门口，大家要看这出戏，我们一定要站在，你这个王八蛋，你给我下来，我一掌打死你！这是舞台耶，你到底能不能这下了舞台以后，然后女记者抠人家一下，抱人没，我也不认识你，也不熟哦，你好哦，这个我们一生都做不到的，都做不到的，所以他就是一个演绎人生，我演到这一边已经再也没有办法有多余的40年、30几年来证明我是 OK 的，所以对人家的指控我都接受，都没有问题。我们还在乎他的安危与否，但是呢，公司的 SOP， 你敢讲人家，人家就会让你到法院去说明。那赵哥跟佑胜接连翻车，他们这样还可以再出来演绎？都要看个人的一个角度啦。对啊，看个人角度，那这种事情有时候该怎么讲呢？他们自己心中的一把尺嘛。那你们要考虑的是，
观众的接受度是什么嘛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观众的接受度比较重要啊！你自己要不要继续出来？那你自己去决定哦。出来以后人家不接受你，那这你也没有办法，甘愿做欢喜受嘛。啊，欢喜走，甘愿受啦。你就开心的做这些事情，这个大难临头，你也非得要扛下来。所以加油，加油！我们这个圈子里面呢、啊，其实艺人呢、啊、都赤子之心，比较开心快乐啊，可能会嘴巴开玩笑或干嘛，但是哦，这个台上台下分清楚，对，私底下这拳击台上去两个打到打死人都 OK， 下了舞台你推人家一下就犯法了，是不可以的。你们真的都没有犯过错吗？你们都没有秘密不想被人家知道吗？很多人都不知道吧。就像我其实头发掉了很多，为了上台好看都要戴发片假发，我也没有在避讳了，只是觉得也很累，真的人生好难的、啊、我要跟耿说，我没有一天不爱你。总之我只是要说，请大家帮我照顾所有我想照顾的人，然后啊，除了抱歉还是抱歉，对不起，但也来不及了哈。老婆，我这辈子为什么还会遇见你？如果没有遇见你就算了，可能我还年轻，还有很多路可以走，可以重新来过。这么好的女孩，请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帮忙。女儿也是，更不要说小不拉几的，只有我应该是不可能再有机会重来的，我活该。我只是想要用这些影片提醒大家，有些事情它会结痂，但你要把它掀开来会流血的，何必呢？你们真的都没有犯过错吗？你们都没有秘密不想被人家知道吗？很多人都不知道吧。就像我其实头发掉了很多，为了上台好看都要戴发片假发，我也没有在避讳了，只是觉得也很累，真的人生好难的、啊、我也想要留着胡子秃着头就上去，这是遗传嘛， DNA 啊。好吧，我还是最对我爱的人跟我爱的人说抱歉，谢谢你们的信任。这几天大家在群组讲东讲西的时候，我也是很矛盾，我也没有觉得很享受这一切，七嘴八舌的，三姑六婆的，唉，很棒，表示你们都是坦荡荡的人。